谁在那儿？哪来的番茄酱啊？吴天天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啊。我的脸又不是画纸。哎呀，别生气，艺术创作就是要不拘小节嘛。你们怎么了？吴天天，有任务。探测到失踪的舒灵，探测到失踪的舒灵。神奇小队，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树叶，这是桑树的叶子，这是舒林刚刚掉落的桑葚，是桑葚，还很甜呢。小胖，你哪来的这么多桑葚？那边。桑葚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果汁呈紫红色。看来舒灵是把桑葚当成画笔了。哦，原来这个舒灵喜欢画画啊，有意思。按计划行事，带舒灵回家。好，好。创作嘛，就是要不拘小节。舒灵跑到桑树上去了。舒灵在那儿，小曼，
我！你黏糊糊的，脏死了你！树灵好像生气了，神奇彩虹弹！无敌防御盾！你们的脸画得很有艺术感嘛。彩虹的老师，别开玩笑了，快帮帮我们吧。如果遇到困难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用彩笔怎么对付书灵啊？学会欣赏是沟通的第一步。欣赏？欣赏什么呀？你们看，这画的是人和桑树。书灵好像通过画来表达一些想法。我有办法了，我们来帮书灵完成这幅画吧。书灵，我们来一起画画吧。不卡不卡。不卡不卡不卡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这就是你想说的话，对吗？不卡不卡。小心点儿，爸爸妈妈快来看呐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。走吧。书灵，书灵，跟我们回家吧。我敢不敢？天地玄华，宇宙洪荒，书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欣赏不了，真的欣赏不了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画画。你们画的是？是我们。真是太让人感动了，快来抱抱吧。